要想这些人太黑了。昆山步道，那个也讲得有点怪，对吧？那个。东莞是新店松山县，逛也可以哦，东莞三千滨州路大巷，走到哪里好？这东西很搞，叮叮叮叮叮，我到水源大楼，对面是台湾大学。气温变凉了，等到别人再发去稍微找文件，到底那多得等等几分钟间了，现在看那个过马路的。
学，台湾大学对面，大学生是几千人。十分钟，我也免十分钟，都遐稳一两分钟。小心一点，不要太死搞。